社交距离各国不一，北方人最怕遇上巴西人，芬兰要给他们距离，芬兰人的噩梦就是南美洲人，巴西差不多20公分，我也被他吓到，讲话对啊，他一直都很喜欢碰人。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，对，但你也是过来，哦，你的肌肉好近，非常不舒服，很尴尬。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